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你就不要不管我，我就你一个教练，我就想跟你一个人练。班组织损伤，但骨头没事儿。输三天夜消炎，回去按时中药外敷。还有养伤期间啊，要避免患者过度行走，注意休息。我感觉没那么严重。医生，我是运动员，我平常还需要训练的。可以适当做一些无负重的关节运动，循序渐进锻炼，不能急，以免影响到这韧带的愈合。另外呢，多吃一些含蛋白质含钙高的食物，包括蔬菜水果。这孩子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，伤也不是很严重。休息好的话，3周左右，差不多了。3周啊，医生，我休息3天。需要休息就多休息吧，你也不需要再训练了。教练，你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呀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先养好伤，然后再想训练的事儿，对吗？你放心，我很乖的，我一定听话。你的伤是我给你当教练期间造成的，我有责任。明天转回队医那里，我会让他们好好照顾你。不过，你伤好了以后，我们两个之间就没有关系了。至于你之后还要不要训练，跟谁训练，都跟我无关。别啊，教练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会改的。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你就不要不管我，我就你一个教练，我就想跟你一个人练。我给你当教练的前提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两个之间要互相信任，不隐瞒，不欺骗。我信任你了，你呢？我就是怕你担心我。你这样的运动员，我带不了。教练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下不为例，行吗？我还有事儿。一会儿找人给你送吃的，晚上给你送回学校。教练，罗教练。